跟廖兄结个亲家，就连结个婚都闹得不得安生。这事也怪我呀，堂堂的警察厅厅长，居然让亲家受惊啊！哎，这是哪儿的话？幸亏你我二人联手，应变及时，没有铸成大祸呀。是是是是，一家人，我们就不说二话了。还有一事，我想请廖兄帮忙啊。什么事？ 今日我在筹办圣南孤儿院，马上就要开幕了，还想请廖兄跟日本各界爱心人士共同帮忙、共同合作，把这个善事圆圆满满的做好。你看如何？给日本人帮忙，我能帮什么忙啊？请廖兄把天津街头那些无家可归的孩子带到圣南孤儿院来。 让他们在这儿受教育，让他们在这儿生活。庆海兄跟日本人走得很近呢，啊！圣南孤儿院，如果没有日本爱心人士诸多帮助，恐怕又要搁浅呀。恕廖某不敬，给日本人做事。 我不干，没想到啊，没想到啊！廖兄对养子视如己出，为养子的婚事如此费心，我以为关于圣南孤儿院孤儿一事，廖兄定当鼎力相助。哎呦，庆海兄哪儿的话？盛辉。 就在隔壁吃饭呢，杨子这话从何谈起呀？不对吧，廖兄？近日我无意中看到一份卷宗，上面记载的是廖兄之子绑架一案。卷宗记载，廖兄之子遭绑匪绑架后，绑匪撕票，廖兄五日内破案，秋天绑匪执行枪决。社会，儿子。 这件事全都给我拦肚子里，谁也不准说出去，听见没有？是。 廖兄为天津出海，难道这份卷宗？什么意思？如果卷宗为假，证明警察厅内有人欺上瞒下，公报私仇，这件事情我要禀告南京政府。晓得了，来，秦海兄，廖兄。 曾先生，此人靠不住。我知道，老滑头一个。可是现在有些事情咱们不便于出面，让他在前面先挡挡。没用了，再找个机会除掉他。曾先生，你跟那个乔汉生是一母同胞，这一次这么快就把那个新的 Q81 研发出来，暗中。 乔汉生是不是助了你一臂之力？
会长多虑了。当然，作为兄弟，我当然希望他还活着。但是人死而复生，这不符合科学呀。我对科学也略懂一二。听说这新的 Q81在动物身上实验已经成功了，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这实验结果会真正落实下来。 是这样的，眼下我们有廖守业帮忙，很快就会有足够的孩子，所以不用等到孤儿院开幕。至于您担心的 Q81实验，马上就会如您期望，走上正轨。卖香烟了，上好的香烟，看一下啊！没烟了，卖香烟了，上好的香烟。 怎么样，给你带了吃的？好的很。你们特务处的待客之道，真是与众不同啊。说吧，打算什么时候放我出去？我问你，乔汉生。 真的还活着？怎么，你把我从日本人那儿救出来，抓到这儿锁着，就为了这个？如果你能老实待着不乱跑，我自然会对你怜香惜玉一些。现在日本人和我们的人都抢着要抓你，你应该知道是为了什么。让他们抓去好了，我们青云社明人不做暗事，他们也查不出什么线索。你疯了！进了天津特务处的大楼，不死也得脱层皮。 怎么，你心疼我？你应该明白，我不会让你离开这儿的。这屋子暂时还算安全，你先住着。过几天，我会想办法送你离开天津。为什么对我这么好？你不怕你老板知道你救了我，把我藏在这儿？那样，你的下场会很惨。 你知道为什么吗？我知道，你是爱我爱的不能自拔，但是我不相信你。你信不信无所谓。吃饭吧，我有事儿先走了。江凯，我真的不知道乔汉生在哪儿，他可能已经出危险了。我求你，放我走吧。 若兰，你在这儿干什么？你爹他闹革命过家家的游戏还没玩够，现在又学会撬锁了。不是我，我刚刚进来的时候就已经这样了。出去，爸。
你的事情，你少掺和啊！放开！放开！哎，谁让你抓的？还有没有王法了？哎，我让抓的。这不会是你把我放出来的代价吧？你知道了，曾庆海现在忙着修孤儿院，又转景爱棚。我说这两天怎么消停着，合着在这儿等着我？放开我！曾庆海的意思马上就要入冬了，日本人盖了个孤儿院，收养孩子。 你看这些孩子每天在街上跑来跑去，也不放心呢，所以说是站在中日亲善这个角度上。老头子，这事儿你可别糊涂。他抓这帮孩子要干什么用？你知道吗？再说了，14年前那种惨案不能再重演了。哎哎，孩子要出了事，可就是大事，断子绝孙了。哎呀，我知道，我这么做，行了，我心里有数了。孩子是我下面的抓的，我没答应他什么时候交给他呀。 再说，时间问题是我说了算。我现在就想知道曾庆海到底什么意思。哎，再搞清楚你的老丈人到底想什么之前，这帮孩子在我那儿，你就放心吧，我绝对不会交给他们。走吧，老实点啊！放开我！别乱动！放开我！快走！放开我！下去！放开！放开我！ 上去，坐好了。哎，坐。别和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咱抓那么多人，才这点钱，你小子是不是私吞了？你怎么就那么不相信我？别找，不信自己点上头去。我。得，我就信你这回。哎，嘴严点啊，别传出去了，别让上头知道了。知道了，走。 交给他，他就没办法了。嗯，你聪明，人家也不傻，我怕他算计你，你还是防着点吧。我心里有数。嗯，嗯，你去哪儿？我憋了好几天了，出去转转。憋点事啊？不是。 下面那些警察和天津特务处，他们何去何来？这都不是拐骗小孩，简直他妈就是明抢！现在天津已经乱成一锅粥，四处人心惶惶。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包括这样大肆的抓孩子，矛头都指向14年前盛南孤儿院的命案。只是，他们抓那么多孩子干什么呢？我猜，应该是拿这些孩子是去做药剂实验。 不行，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们一定要阻止他们。我会继续调查。注意安全，以后不是紧急情况，就不要来找我。我会继续调查小汉生的下落，他是这件事情最关键的知情者。找到他，我们很多谜题就有答案了。现在孤儿院的守卫外送内勤，进出都需要口令，一天一变。确定好行动日期，我会想办法把口令送出来。 走吧，待久了我们也不安全。怎么了？我有个私人请求，如果你的人先找到乔汉生，能不能通知我？
应该没问题。可是你跟乔汉说。谢谢。最近日本人在盛南孤儿院总是鬼鬼祟祟的，也不知道搞什么名堂。上级怀疑啊，他们这样做是有什么阴谋。现在我们家老头子满天津卫的抓孩子，估计跟你说的这事有关系，都是曾庆海指使的。若兰，你不是已经抛弃青年社，追求自由去了吗？接着说。都是天津特务处指使的，估计背后也有日本人作怪。我说你们家老爷子什么时候跟曾庆海搅和到一块儿去了？不是他自愿的，都是为了救我。我们家老头子有原则，把那些孩子扣住了，没有交给天津特务处。但我担心，他肯定有把柄落在天津特务处手里。盛辉啊，你确认你们家老爷子现在没有把孩子交给曾庆海？我确认。贾面同志，最近得到个情报，说盛南孤儿院可是困了一帮孩子呀。不可能吧？我看我们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尽快了解清楚盛南孤儿院的地形图，还有进出口令。再一个就是了解一下那里到底有没有关押孩子，关押了多少，在什么地方。江叔，你放心，这事交给我吧。江叔，我跟盛辉一块儿去吧。若兰，那就难为你了。说过，你离开不了天津。如果我是你，我就会给 Apple 注射我那些改良的配方，我也不会再把它交到曾庆海的手里。现在药剂的稳定性还不确定，我还要做更多的动物实验。这天底下没有第二个人比我更了解 Q81，也没有第二个人比我更了解曾庆海。对于 Q81，你了解的比我多，但是对于曾庆海，不一定。年轻人，不要自作聪明。你是不是还觉得你自己还可以掌握整个事情的走向啊？难道说你认为我这个实际的实验操作者比起他这个外围负责人更加的穷凶极恶吗？当然，比起你这个疯子，曾庆海的行动更有逻辑可循，我还能掌握。曾家阳，记住我的话，只要你想救 Apple， 你就离不开我。有些人是永远不能信任的，你对他的信任会毁了你的一切。身体怎么虚弱到这个地步啊？哦，我每天的抽血量是正常人体的四分之三，这样大的失血量，身体的各个器官有一些衰竭也是正常的。佳阳啊，叫厨房给他炖点补品。治疗过程中身体不能太虚弱。我知道。好好照顾他。这医生可真能掰，还身体功能衰竭呢。疼吗？这算什么呀？我带你出去走走。哎，等会儿。做戏一定要做全套，不能露出马脚。那我们就做全套。曾庆海他对我非常了解，他知道我不可能吃闷亏，
所以必须让他认为他已经把我逼到失控了，他才能放心。走。让开，我们不能让开。我们走。老板，手下那群人没拦住他们。不用拦，派人盯着就是了。以他现在的身体，根本做不了什么。就算养条狗也得溜溜啊。李曼奇找到了没有？曼奇失踪了。阿凯最近和青云社有接触吗？没有。阿凯是去过码头，但没见他和什么人接触过。老板，是我们跟丢了。在哪儿丢的？码头。好，派人全面搜索码头，应该能找到林曼奇。我要看他背后到底是什么人。是。孤儿院的开幕仪式准备的怎么样了？老板，一切顺利，只是开幕晚宴的地方还没最后确定。我看这儿不就是个现成的地方吗？如果这真的是个孤儿院的话，根本没有必要弄成这样。这白天晚上来回过车，哪像个孤儿院？我爸到底做了多少错事？哎，别想这个了，先回去吧，把这事儿告诉给蒋叔啊。走。好。蒋叔。啊。盛辉啊，孤儿院的情况摸得怎么样了？可以说一无所获，里面关了多少孩子根本不知道，只知道卡车来回进入，装的什么不知道。那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廖守业真的有什么把柄掌握在曾庆海手里头，那他会不会把孩子已经交给了曾庆海了？绝对不可能，我以人格担保，我们家老头子干不出那种缺德事。那你能不能给我们牵个线，让我跟你们家老头子见面聊一聊啊？这会儿见啊。您是青年社的，他现在又焦头烂额的，这会儿见不合适吧？你看这眼下局势这么动乱，如果廖守业真的有什么把柄掌握在别人手里头，那现在可是孤立无援呐。如果这时候我出面，对他也许就是最大的支持。蒋叔，这不孩子还没交出去呢吗？等到了关键时刻，我会让你们见面的。好吧。对了，这个拿好。什么呀？后天是最好的机会啊，上午盛南孤儿院开幕，晚上曾庆海跟日本人参加晚宴，门卫肯定很松懈。这个呢是进出的口令。你怎么弄到的？哎呀，就别瞎猜了，你跟若兰好好研究研究啊，千万不要出任何纰漏，听听没有？知道，放心吧。下来以后往那边走啊。我这么做有什么错？那要看你用什么方式。你知不知道你在践踏生命啊？对日本人屈膝，还逼着我跟你犯一样的罪。你知不知道我们犯下的罪，这一辈子都洗刷不了的？那些牺牲是值得的。阿海，回头是岸。
盛南孤儿院在我手上又要重建了。不管我找不找得到你留下的 Q81 试剂，不管你是不是死了还要跟我斗，我一样可以研发出来。源源不断的实验品已经来了。怎么回事？我们就是在这儿把阿 K 跟丢的。艾格苏，不能留下任何死角。是，去。我提醒过你，一个男人总在一个女人最需要的时候出现。跟你说过，为了你，我不怕危险。你危不危险我管不着，但是你要是危险了，我就会有危险；我要是危险了，青云社就会有危险。你还真特别。你也很奇怪，我自己都不担心我自己，你却担心我。罢了，有人给我端茶倒水伺候着，换了别人还巴不得呢。不过，你可得先把这个给我解开吧，人家疼着呢。你总这样，表面上温言柔语，好似万千柔情，可心思半点都不放在我身上，就想让我放了你，好去找乔汉生吧。你倒是很了解我。开门，开门！搜捕犯人！开门！紧急情势。搜捕犯人！快开门！开门，开门！搜捕人犯！兄弟，行个方便。慢。果然是阿凯，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听说你逮到曼奇了。我说方阳大兄弟，瞧瞧我这舌头都快说闪了，你怎么就油盐不进呢？啊，我这回要办的是一件利国利民、造福千秋万代的事儿。我们的杨帆组合也该第一次出马了吧？你不觉得该挽回我们俩兄弟情感、脆弱情感的时候到了吗？是不是？我不觉得。嘿，佳阳，我们说的是正事儿，就当我们求求你了。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实验室保密的口令非常严格，我真的不知道。我就知道他觉悟没那么高，告诉他。口令我们已经有了，现在就看你帮不帮忙了。你们既然有了进出的口令，还要我帮什么忙？哎，话不能这么说。哎呀，我们明天的行动你不用参加，你只要完成一个任务，就是看着我爸，让他不要离开宴会，这你不会不帮吧？听明白了吧？哎，我问你们两个，你们两个怎么能那么确定这个实验室里有孩子？那你怎么就那么确定说这实验室里没孩子？要是实验室里没孩子呢？当旅游了呗。胡闹。哎，佳阳，我也不愿意相信，可是咱们这么想，我们进去了，看见真的没有孩子，也可以当做是帮我爸洗脱嫌疑了，这没什么损失嘛。我警告你啊，这是唯一弥补咱俩兄弟情感的一次机会，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错过一次就错过一万次。然后还有，哎，停停停，现在把嘴闭上，别说话了，我答应你。哎，看清楚了吗？看明白没有？这就叫彻底的答应了。我跟你说啊，哎呀，
这就清静了，千万别反悔，我马上带他走。不辱我！闭嘴！你不辱我！闭嘴！不辱我！看来我真是晚来了一步啊。阿凯，你又为老板立了一大功了。吴掌柜客气，这个女人我稍后会带回基地面见老板。阿凯真够仁义的，难不成还请曼琪会长吃饭？可老板没那个耐心。江凯，你向老板邀头功的机会恐怕是没有了，被人抢先了。江凯还要继续调查，我要看他所有的背景资料。不，他不是南京安插在我身边的人，我的感觉一般不会错。就这样。进来。老板，您找我。阿凯啊，我听说你跟林曼琪的交情很深，是吗？是。上次结婚礼，曼琪她……我知道。上回是嘉阳求情，所以我没追究你的责任。我再给你一个机会，晚上有个审讯，你叫上嘉阳，由你主审。曾金海让我主审。乔叔的下落呢？哟，贵族要对我使美男计啊，派你们两个帅哥。怎么，两个都想要吗？全给吗？这可是我们这儿最帅的两个小伙子。怎么不舍得了？不过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事儿。说，乔汉生在哪儿？乔叔的下落呀，这你得问曾大公子啊，毕竟是你亲自验的尸，不是吗，曾公子？不用废话了，看来你还没见识过我们特务处的手段。早就听说了，很想见识见识。林曼琪，我知道他还活着，那你就好好的揣摩揣摩。不过乔叔死之前留下一句话，他说你肯定不知道忏悔，让我尽可能的帮你。你要是不说恐怕要用刑了。阿凯，他交给你了。大家好，我现在正式宣布，盛南孤儿院今天重新开幕。盛南孤儿院能够得以重建，跟社会的广大支持和在座的很多爱心人士的支持密不可分。下面有请日本政府朝香宫会长为我们致辞。
亲爱的，阿凯，怎么回事？要不要？哎，先等等。邹先生，这里交给你了，我去里面看看。阿凯，带他们进来。同学们，安静，安静，安静！我知道社会对圣南孤儿院有很多谣传，我理解大家。你们是怕坏人利用了孤儿院，使善事变成了坏事。为了打消大家的顾虑，请你们派出学生代表，我本人将亲自带着你们去圣南参观。我保证，全部公开透明。同时，也希望你们对我们做的不足的地方提出建议。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圣南开幕以来做的一些事情。这些孩子来到圣南之前都是些无家可归的孩子，他们露宿街头，饥一顿饱一顿已经很久了。有的孩子在我们找到之前甚至都饿昏在街头。这个孩子的父母死了很久都没有下葬，他一直守在父母的身边，等着他们醒来。如果没有圣南，我想这个孩子现在恐怕已经跟他的父母在一起了。可能有件事情大家还不知道，我就曾经收养过一个孤儿，他就在那儿。现在他已经学业有成，可以为国效力了。同学们，我希望每一个孩子都有一个幸福的家。我希望圣南孤儿院是孩子们最温暖的港湾。先去晚宴，等晚宴结束，试验结果也就出来了。守卫的太严了，完全没可能。
那边也是。不行，咱得赶快走。